雪柔，哎，你怎么坐这儿？向你着凉。我不冷。雪柔，晚饭吃了吗？都吃了些什么？啊？我妈煮了鸡汤。哦，好啊，雪柔，来，你就上去休息吧。 我们离婚吧，雪柔。最近，洋行的事情和纺纱厂的事情都很忙，我是抽不出时间回来陪你，是我不对。这样，等过几天我把手头上的事情一办完，我就回来陪你，好吗？雪柔，我呢？ 岁数也不小了，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上几年。可是这些厂、这些生意总不能丢了吧？再说，我们又没有孩子，哎，要是有像文凯这样的孩子就可以了，我的事业也算后继有人了。雪柔啊，我们当年要是有孩子，也应该像文凯一样大了吧？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吗？ 雪柔，你今天药吃了没有？我没病，我病好了。雪柔，你怎么了？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啊？我要和你离婚。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你说呀！我对不起你，雪柔。 秦昊，我想了一个晚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离婚吧。为什么呀，雪柔？你做了一个晚上，难道一点想法也没有改变？我想了很多，可是结果只能是这个。 雪柔，我知道，我昨天说的话可能让你有了不好的想法，但是我真的只是随便说说，你千万别往心里去，啊。雪柔，你不会生孩子没有关系，我不在乎，我们俩。 还是能像以前一样恩爱不是吗？就算没有孩子来继承我的事业，也没有关系。秦昊，我知道，虽然你现在跟我说你不在乎，可是你心底是真的希望能有个孩子。只有有了孩子。 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，所以，我们离婚吧。你是男人，事业有成，你可以去找一个能跟你生孩子的女人。秦家不能没有后。我们现在在一起，相隔20几年，我们还能在一起，我已经很满足，很满足了，真的。 有你在我身边，就够了。
后。俊浩。俊浩。血肉。各位老板，我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啊，哟，秦老板，您这就不够朋友了吧？这酒还没喝完，菜还剩一半，怎么就走了呢？是啊，秦老板，您还是陪我们谈谈再回去嘛。啊，再说你那个生意经，我们还没学到手呢。陈老板，我的内人还在家里等着我呢。我就先走一步。原来是嫂夫人在家等您呐，那咱们就不好意思留您了。秦老板特地给您准备了甲鱼汤，您喝了再走也不妨嘛。秦老板，陈老板知道您喜欢上海口味，特地请了上海师傅给您做的，您就喝了吧。秦老板，您就喝了吧。早点回去陪嫂夫人吧。好，那我就喝了再走吧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吃吃吃。先生，上车吧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。秦先生，秦先生，秦先生，醒醒，过来，走，走，走。没想到是我从前看错秦昊了。秦昊是个好男人呐。雪柔啊，娘真心诚意的祝福你们，娘好好的珍惜他。娘，我知道。姑姑，我也觉得姑父是个好男人。哟，燕儿也会看男人了，可不是吗？姑父为了姑姑，连辛苦挣来的家当都可以不要，那可是他拼了20年换回来的呀。还有，他为了姑姑，连孩子都可以不要，这可是断香火的大事儿。姑父待姑姑这么好，这么痴情，能不叫好男人吗？燕儿说的对。我真的很对不起秦昊。女儿啊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。
你为了秦昊也苦苦等了他二十几年，要不是娘硬把你们拆散了，你也不会受那么多的苦了。是娘对不住你呀。娘，女儿理解您，您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把皇家放在第一位。虽然以前我也恨过娘，可是现在都过去了，我现在和秦昊在一块儿，我觉得很满足。其他的我也不图什么，我只想好好的跟秦昊过完下半辈子。雪柔啊，你能这么想就好啊。这个秦昊还真是个痴情汉子，都二十多年了还这么死心眼儿。现在黄雪柔都不能给他传宗接代了，还要守着他。看来要想把他们拆散，咱们还得想办法。秦昊是一根肠子通到底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呀？要想让他对姑姑死心，我看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什么不可能？我看这次都是叫你给搞砸了。我又做错什么了？你陪黄雪柔去医院，知道她不能生孩子，为什么回来不告诉我？不告诉我也就算了，还在那瞎安慰什么？你是不是同情他们了？那我能说什么呀？还能让他们离婚不成？你不能让他们离婚，可以让秦昊纳妾呀。黄雪柔觉得对不起秦昊，肯定同意秦昊纳妾的。可他毕竟是个疯子，秦昊要是真的讨一个小的来，那肯定会出事儿。就算姑姑肯，秦昊也不会同意的。那就让黄雪柔给秦昊来一个以死相逼。这能成吗？真的没看清那个人是谁？哎呀，我吓都吓死了。那个人穿了一身黑衣服，还戴着个礼帽，帽檐都压到眼睛底下了，根本就看不清楚。那你不会摘了他的帽子？我哪有那个胆儿啊！当时要是我动一下，说不准他还杀了我呢。杀你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看这些东西要传出去。对呀，吴妈，他这不是把我们想要的东西都送过来了吗？没错，看来这个人已经猜到我们的心思了。那难道他知道了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暴露了？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他会不会害我们呢？你别慌，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想害我们，他可以直接找老太婆
或者找人来抓我们呀，何必给我们送这些东西呢？看来他是想帮我们，至少他也想让这个人死。就算他的目的跟我们一样，可是我们的身份让别人知道，这也是个后患呢。既然他想帮我们，他不会揭穿我们的，至少现在不会。我们先配合他一次，看看他到底是谁。王妈，王妈，哎，太太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王妈，秦先生今天早上什么时候出门的？太太，先生昨晚没有回来过。八成是因为厂里的事情太忙，睡在厂里了。最近厂里好像很多事儿，我真的挺担心的。这也不是头一回了，不会有事的。嗯，王妈，你去忙吧。太太，这有一封信。是给我的吗？不知道，信封上什么都没有，是我刚才从信箱里拿出来的。你放在桌子上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太太。秦昊，姑姑，你冷静点儿，你还没好呢，不能出去。不行，我要去找秦昊，我要杀了他。燕儿，燕儿，你帮我杀了秦昊，你帮我杀了秦昊，我求你了。我求你了，浩叔。啊，小雨，浩叔，你还是先回去吧，一会儿奶奶来看姑姑，她要是见到您啊，又得骂你了。少宁，我是被人陷害的，我是冤枉的，为什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就连血肉他也不相信我。浩叔，姑姑的病呢，一受刺激就复发。等她病情好了，我再慢慢跟她说。她那么爱你，一定会相信你的。至于奶奶，你也知道，她最要面子。她不让您跟姑姑见面，也不让我们黄家跟你来往，就是为了避嫌。等事情查清楚了，就没事了。我相信你的为人，你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你呢，先不要着急，我们想办法把这个事情查清楚。少宁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，可是眼睁看着你姑姑那么痛苦，我却无能为力，我窝囊啊！刚才你姑姑说居然要杀了我，如果杀了我，她能相信我的清白，我宁可她杀了我。浩叔，千万别这样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等水落石出了，问题啊，一切都迎刃而解了。可是我现在一点头绪也没有。秦先生，我希望你能把事情跟我说清楚，这样我才能帮你。陈掌柜，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，是这事儿实在是说不出口啊。秦先生，既然皇上要叫我来帮你，既是对我的信任，也是对您的信任。陈掌柜，
我理解少宁的心，只是现在皇家，他们还能把我当自己人看吧？秦先生，你这样想就不对了。既然皇上要把你当成自己人，你就是自己人。即使你不是皇家的人，但是作为皇少爷的朋友，我也一定会帮你的。因为文海从小就失去了父母，一个人摸爬滚打了二十几年，深知这世事凶险，所以我很少信任别人，也不知道什么是至情至爱。但是自从遇上了少爷，自从知道了你跟伯母的事情以后，我懂了，我也被感动了。好吧，陈掌柜，你自己看吧。这秦先生，那你能推测出这是谁给你寄的吗？信封是空白的，里面装的只有照片。那照这种情形看，很难知道是谁干的。我现在是一点头绪也理不出来啊。秦先生，那你还记得你昨天醒过来以后的事儿吗？雪龙，王八！后来我就去了皇家，我妈告诉我，全家人都去了医院，等我赶到医院，老夫人就是不让我见血肉。我现在是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啊。其实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陈掌柜，你有什么办法？只要找到了这张照片上的女人，不就知道是谁干的了？对呀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？哎，陈掌柜，夷陵这么大，上什么地方去找这个女人呢？秦先生，少华，哎，文海，你也在这儿啊？我来帮秦先生办点事儿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秋荷和孩子都平安了。少华，你怎么过来了？秦先生，我是来给您赔不是的。赔不是？这些天我一直在医院照顾秋荷和孩子，也没过来给您拉车。秋荷让我一定过来跟您说一声。别那么客气，少华，你去医院照顾秋荷是应该的。哦，少华，你天天在外面拉车，见的人多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不，不，我不要看，我不要看。姑姑，你又做噩梦了吧？燕儿，你说，你姑父他是不是真的会做出那样的事啊？姑姑，
这浩叔以前在上海的时候什么样，我不知道。可是现在这件事，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？上海，燕儿，你告诉我，这上海到底是什么样的？姑姑，我去过一次上海，那可真是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，尤其是那些女人，个个都风骚得很。燕儿，那你说那照片上的女人，她是不是就是你姑父她以前在上海的女人？这我可说不准。整整一天，怎么能连个消息都没有呢？该找的地方我们都找了，看来光靠嘴说和比划是不行了。我们说的再详细，人家也不明白啊。靠说不行，总不能拿照片给人家看吧？登报。什么？对，登报，这是最快也是最直接的方式了。浩叔，这怎么行呢？如果登报的话，那整个伊林一定是人尽皆知啊。为证明我的清白，为让雪柔早点安心，我愿意这么做。浩叔，我跟少爷都知道您愿意为了伯母牺牲一切，但是这笔生意做得不划算啊。您想的没错，这的确是最快也是最直接的方式，但是这件事情要是被老夫人知道，要是被伯母知道了，她肯定受不了的。伯母现在的病刚好一点，她要是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，那我到底还能做什么呢？浩叔，我倒有个办法。我们呢，还是登报，但是以寻人启事的方式，我们只刊登这个女人的模样就可以了。只登女人？嗯。话说，少宁不敢自夸，但是画个人像还是有把握临摹出八九分的。干嘛呀？找人啊？找谁？就刚才进去那个。哎，有没有？哼，你找我们的小桃红啊？哦，哎，让我进去啊。哎，找人你也不看这什么地方，要女人，换别家去吧啊！一个臭拉车的，滚！听见没？滚！什么？你真的没有看错？错不了，那女的下巴上也有一颗痣，和这个报纸上画的一模一样，我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在哪儿？她是谁？丽春院，小桃红。我们走。是
小桃红。哎，徐柔，喝点粥。雪柔，刚才少华都跟你说了，现在虽然死无对证，可这个是事实啊。雪柔，你不能这样不说话呀。雪柔，秦昊，我们还是离婚吧。为什么呢？雪柔，我们俩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，相隔二十几年，我们又在一起，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上海好玩吗？你要说什么？这二十几年，你在上海都做了些什么？我在上海跟人家做学徒，拼命的挣钱，就是想有朝一日回来可以娶你啊。这二十几年，你一个人，难道你就不寂寞吗？你就不想有一个女人陪着你吗？雪柔，我寂寞，我是想要女人，可我寂寞，是因为你不在我身边呢。我想要女人，我想让你在我身边啊，雪柔。我秦昊绝对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啊。我知道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这世上没有人能比你对我更好，可就是正因为这样的好，让我觉着自己好像踩在云彩上。我，你能体会得到我这种感受吗？我不明白，雪柔，你说到底要我怎么做吗？和我离婚？不，我不离开你。你别逼我了，秦昊，我只有这一条路走。雪柔，雪柔，我是不会跟你离婚的。你不愿意，那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去死。姑姑，你真的想跟我们回去？我都准备好了，我们走吧。太太，王妈，这些日子有劳你了。伯母，你真的要走啊？秦先生他真的是清白的。你真的误会他了，少女，我们走吧。雪柔，雪柔，我以后还能来看你吗？不必了，以后我们就不是夫妻，就没有关系了。我也不想再见到你。没想到我什么都没做，也让你那么痛苦。我这个人真没用。我走了，保重。伯母，您别走，我带来一个人，他可以证明秦先生是清白的。哎。你跟大家说一说，这报纸上人是我姐。弟弟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也不怕人家笑话？
笑话，你才是笑话。自己看吧，别人不认识是谁，我还不认识呢。姐，到底做什么了？别人都登报找你了。姐也没干什么呀。姐，你要是死在这儿，别人用不着登报呀。我可就你一个亲人了，你要是出个什么事儿，我可怎么办呀？姐没事儿，你去上学去吧。姐赚的钱是不干净，可都是自己赚的，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姐，要不你离开这儿，我不念书了，我挣钱养活你。你瞎说什么呢？姐没事儿，姐不用你养活。快去，去上学去。姐，你真没事儿？没事儿，好好念书。那我走了。走吧，快。弟弟。去买点好吃的，再买几本书。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姐，你哪里来这么多钱？这个你就别问了。不，你告诉我，这钱从哪来的？不告诉我，今天就不走了。姐最近帮人做了件好事。什么好事？也没什么，帮人家拍了几张相片。你可别告诉别人。血肉。秦昊，雪柔，你别走，留下吧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秦昊，我不是不相信你。我是害怕，我信不过我自己。我那么大年纪了，不能给你生孩子，我还有病。好了好了，雪柔，不说了啊。对不起，错怪你了。阿莲。谁来了？魏小姐，是陈所长来找老夫人。陈所长，他来找奶奶有什么事啊？阿莲不知，只说是有事相商。有事相商。哦，阿莲，你先去吧。这绝不可能。黄老夫人，陈某说这一切并不是要诬陷府上有人涉案，只不过是根据我们的调查，阿珍并无与外人有任何的仇怨，亦无感情纠葛，所以还是府上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我今天来主要是想证实一下府内上下有谁曾经和他有过恩怨。陈所长，不是我不愿意配合你，你说这事儿哈，从案发到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，恐怕也很难再有什么新的情况可以发现了。哎，即便是说这个事儿是我们府内干的，这个人早就跑了。嗯，老太太说的是有道理，可是人心叵测呀，您是家大业大，难免有所疏漏。老太太，您要是不肯查的话，那只有我来查。水波是数不尽的惆怅，月色它说不尽忧伤。当月色在水波中游，揉碎的是一腔衷肠。春风是思念的期望，柳丝是离愁的张扬。
地生死的一方，这一刻不知从何时开始，只求那最终的难忘，这一刻不经意中开始，却注定生死的一方。Thank you.